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，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，不要难过。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，妈妈会在天上保护看顾着你们。他这个痛苦是我们家人没有办法了解的，很痛苦，真的很痛苦哎！他那个指甲黑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直吐，一直吐，一直吐。他想过正常生活，他想陪他的小孩，没有人有办法逼他嘛。我们从来在他面前从来不会提到这些，不会，完全不会，我们不会讲，我们都是陪他打牌，陪他聊天，跟小乐玩。其实他很聪明嘛，他都知道二姐去住院，有时候不会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。他都把眼睛就含在那边，就是你看了会其实会有点，对啊，心疼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小心小心！陈小乐，你在干嘛啦？我在帮你贴 OK 绷。贴 OK 绷干嘛？我又没有受伤。有？没有？没有。哎，没有啦。你我没有受伤。你看妈妈，看妈妈。看妈妈，你来给我揪一下，揪一下 ，kiss。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我说不可以，我怎么可以这么惨？